天呀！现在这个大姐从市里又救了。捷运造成的啊，哎，到处乱丢乱扔。这个奶牛绝育了啊，勉勉强强能吃啊，现在还是奶胖奶胖的，快吃吧。不救他们太可怜，救了他们压力山大。快吃吧，快吃！这小狗狗它应该是，它应该是还没，这应该还没断奶啊，还没断奶。你还奶胖奶胖的啊，奶胖奶胖的，奶胖奶胖的。这看样子能长得大一点啊，这个狗。特别这一只有点像狼青的感觉啊，民间大笨狗。你把这叫大。你看，乱发抖。这一点都不大，这小奶牛比起来一点都不大。哎呀，还得喝羊奶粉呀，看样子。算了算了，赶紧拿屋里去吧。天呀，放到这窝里边了，它不停的发抖。这第一次离开妈妈啊、哦，真的好害怕。来，别怕啊，哎，真是个可怜的小狗狗。到处都是乱生乱扔乱丢，这个狗狗是市里那个姐姐她救回来的啊，救回来没地方放，放到我这里来了，然后我再负责找领养人，要不然咋办？哎，别怕哈，哎。还在不停的发抖。
给它盖上吧，啊，盖上，盖上，来，盖上啊。现在这个金毛啊，它现在有点情况。阿姨说了什么都是什么情况？啊？你说这个金毛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，你说这个金毛都有什么症状？然后我发到群里面。不发凉水，发烧。喝凉水，嗯，发烧。嗯，群的群像红油印，不是凉的。哎呀，辣，原先辣血，这个都不辣了。现在不辣了。辣血。再没有别的症状了。不吃食。不吃食。眨巴啊！挺乖的。那意思就是咬不出东西我是了。这它是八岁。哈。啊。这是哈的比早少了。我还给他满弄那个糖水，你看。一来我们那有四天儿。哪天儿缺了气儿不咋的了？我看这个血一样啊，一早起我的是两面膜一样。我说是搁那外头坐那个家看呢，这可怜人的看呢，搁家看呢。都打了预防针，吃预防针。我不吃。那皮儿带花，不吃。十一岁。嗯，这是十周岁吧。这个月三十号，十周岁。从这儿没有的毛病，我前天有个这么一会儿，咱以前从这儿不着病啊。哎，哇，给大家播报一个好消息啊！天呀，我们你看我们的小四眼过来，四眼，这个厉害的小四眼啊，竟然被好心人领养了，人家已经来了，天呀！怎么能过来的？还金毛，这个小四眼可厉害了啊，爱打架啊，打遍天下无敌手。来，哇，这小四眼也要被领养了啊，不是，这金毛也要被领养了。行，不说了，我去迎接领养人。等。哎，走不着急，完然后那猪仙不在意，上那跳的吧。哦，这个对啊。狗狗没法放电的呀，嗯，就前面那个车跟前停，靠边停就行了。啊，有这两，他两个都没吃的养着了嘛。嗯。完了，走了，是个金毛。嗯。完了，我呢，他觉着，哎呀，反正有点不好，哎呀，再挠我狗。队长，不准咬哈。